来，是谁？不要开错版本哦！我要开了，1.16.5哦。我为什么没有升级要问200哦？怎样，爸爸你又要只问200是不是？你是不是要只问200了？对啦，他这么忙，我觉得是可以隐形的吗？玩隐形全身的吗？他现在在给200压力了，有没有？他说200一定很忙，然后200想说没有，我最近都还蛮悠闲的。哦，没嘛，上礼拜我就期中考啊，对不对？来了八点啦！八点，小雨不见啦！哎呀，有啦，回来啦！20都不敢进来了，是不是？你把那个 IP 泼在错的地方了。哦，这么猛啊，好扯哦！他们有些人看不到的地方啊，不是啊？哦，对呢，是繁星先抛错，所以我也抛错了。哦，发法也抛错了，哎，哪有？那一定是繁星的问题。哇，现在可以把锅丢给他。哇，发法你都怪繁星，好了，今天敌对了。哎呀，天哪！同队就票你，甩锅了，甩锅了，好狠！不行，甩锅。看不到啦，没事啦。来来来，还有吐司喵。他刚刚也看不到。都看得到，都看得到。今天这个好不好？可以飞起来，怀念的王国之战。一代的这个来啦！一代吗？一代一代地图，二代游玩。哦，一代一代一代的地图，二代来游玩哈。一代。那。建筑物的部分就有不同一点点，就是这个，完了，要再按一次，我消掉了，要飞好远，它可以查看分数，哦，查看场地，啊，有了，哇哦，有跨碟哦！哇！他那个，好吧，按 T 对话框就可以看到了，有四个，这个就只剩下四个啊。堡垒50分，就是这个堡垒，这木头。那多了这个树林，这棵树，这也是50分。所以这50分两个其实感觉都还蛮容易的。这个很快吧？这个树哒哒哒哒哒。对。那还有的话就是这个以前的这个帐篷。帐篷是200分，那要这个帐篷其实还蛮辛苦的，就是它连地板都要拆哦，木头的地板。对，那你如果拆了甚至没有的话，它这个边边角角啊，这个下面的也要拆。下面的。对啊，像这边的草地呢，好吧，这边的草地这个铺出来的，这个底下的也要拆。对，就是它是一个正方形啊，你去想把，反正这个正方形全部都要把它弄掉。OK， 对，所以这个其实蛮辛苦的。那比较 OK 的就是上面这个啦，直升机400分，怀念的直升机。直升机是变小了，没有好像的。你可能太久没看到它了，太久没看到。对，又或者是你只是单纯你变胖了，这就不晓得了，好不好？那应该是我，那应该是太久没玩了啊。那不晓得是不是很多人没玩过啊？啊，反正这个村民就在一楼左侧啊，领钱啊，升级台就一样都是在二楼。嗯，好，升级锻造。一楼也有哎。一楼是那个啊，武器的啊，本来就在这啊。一楼是武器的台，本来就在这。对，道歉。楼上是负五的。200，对不起。大概就是安呢 ，OK。好。啊，中央点是在那个峡谷的底下哦。中间下面。200分哦。中央点正下面。对哦，是在正下方哦。哦。所以是很关键的啊，大概就是这样。好，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跟到小雨，先 kill 他。啊，今天有10个人呢，是不是又可以来玩一下啦？哦，又要间谍了，是不是？米菲最喜欢的间谍有开启的哦。间谍。啊，
就来随机混对。随机混啊，混对。哇，你这样是不是想要票我？哦，对啊。先票，先票爸爸，先票你回啦，先票你。爸爸这样的队伍 OK 哦，我觉得 OK 啊，让那个 对面有很痛苦。我间谍，我间谍，我间谍。哪，小雨你不能当间谍啦！我间谍，我间谍啦！我间谍，这样我就可以回国了。好，你当间谍，那也可以。哎，你不要当间谍，米菲，你别当间谍。没问题，可以啦，可以啦。你别当你一定是个大好人。当间谍。哇，那我们这边我们也不想当间谍了，我们也不想过去了。嗯，你见我就见，我就见什么鬼啊？怪怪的，怪怪的。好啦，上下分开，拜拜，拜拜，下去下去下去。那想要观众场也可以准备就绪、是、啊，反正我们这边很单纯嘛，就是票发放嘛。哎，上帝不是我啊，是不是？你不是国王就票你啊，还你个清白啊，对不对？但如果我是国王又是间谍，那我们就是收。没有，不会啦，你玩了多久了？不会重复哦。我就是要当那个双面间谍，表面上是国王，事实上我是个坏人。那就来咯，紧张刺激。拉兹狗，哎呀，好扯，好扯，不能票他，双面间谍，不能票他。啊，这一张的那个石头在很底下哦，要多挖一点。哇，我想票他。我想挖一个通道到那个200那边。啊，那个还蛮远的哦，但可以啊，你就是挖。它几乎在地心呐、啊，哎，是吗？对。我靠！我直接摔下来，我吓死了。你先让我过去吧，你先让我过去吧。土司喵很慌哦，我觉得等一下可以票票看哦。好，我进了我的洞，然后摔得咪咪冒冒。对啊，你要知道，票他不票他，家里会有很多地雷哦。哎，对耶。没有你票我，可能家里也很多地雷。你想清楚，你不要。哎、欸，我挖了10块钱，完全没有黄金，我要去你们的洞了。我这边有1块铁，哦，不是你要黄金，我要黄金。你是不是金银铜铁分不出来？我看你就是个同学啊，李叔。那个他的化学没学好，化学没学好，哦、所以方法化学学得很好喽。Yeah。RTC 我刚被说什么？好扯好扯，还在那边装。哎、欸，赶快没有铁，你们挖，我要黄金，我要黄金。飘一下，哦，有机会50，哎、欸，再一个黄金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哎、欸，这里有，我这里有。太远了，太远了，迪叔，20，赶快挖铁。有，再一个，中间这样就比较能抢。啊，没有。20，20，20。啊，什么时候？20什么？再一个黄金，再一个黄金，快点！你以为我是财神爷啊？啊，算了算了，我上去了，我赶快先去中间了，这样会挖很慢呢、啊。Okay。我、哦、这一条很多黄金哎、欸，那你自己挖那个啊，50块，我没办法了。可以去吗？可以啊，挖中间好。因为铁镐哎，钻镐挖那个中间真的是挖超久。哎、欸，他们有人下去了，他们有人下去了。中间需要帮忙，我怕如果他是遇水镐，我肯定输。是 Bobo， 是 Bobo 啊，他也是钻镐。我来了，我来了。有，我把他当5块钱，有，先干掉他了。我还在路上哦。直接摔下来，直接摔下来，直接摔下来。中间要缓冲哦，中间要缓冲哦，不然你会摔死。是你吗？是你吗？不是，不是，是波波。哇！我跟波波互相没有，是我死，他还活着，还活着，摔下去，摔下去。哦，我那个一开始有抗性。什么抗性？哎，要睡睡睡睡。我帮你看，我不能。好好好。他挖了一个，他挖一个，我们可以挖另外3个。我刚刚很相信来的是迪叔。来喽，我先帮你。你帮我，我快挖到了。哎、欸，他挡了，他挡了，砍他，砍他，砍他。砍他。5块钱，5块钱，有。结果。他们还有一个明条在桥那边。对，他有。收工，收工，收工。
收工，收工。哎，这可以自杀吗？他有屏障。哦，好，对不起。你要自杀，你就一直摔啊。但也还好，你就可以挖一条路回去。来喽！有没有看到我的明条？哎哎呀哎呀！我们国王的明条。没看到。没看到哎、欸。哎、欸，真假的？还是我平挖？我看到你们哎、欸。我听到一点声音。国王在哪？我在这，我在这。这条吧，这条吧。我也不知道我在哪，我知道我看到你们很细的明条。你在最下层吗？哎、欸，我好像看到你们哦，你们看到我吗？有啊，你好远哦！很远吗？现在很远吗？对，我们挖过去，我们挖过去。来，这一条，你们等一下沿路走，还会看到黄金，顺便挖一挖。哇，这么好！对，国王很相信我们。哎，但我们不太相信土司喵。光，太虚了，我不服诅咒了。我之前跟巧克力一对都是间谍，但是我今天没有。真的吗？我总觉得话中有话哦。我真的破了。好，没事，我这一场是相信土司喵的，因为刚刚发法说他沿路过来有黄金，可是我们沿路过来没有看到黄金，而且那里有一个人在，迪叔。不是我真的没有我们刚过来发你自己说你有没有看到迪叔有对我们过来是不是没有黄金我在你后面的哦、喔、而且奴隶二我都弄了、喔、真的吗可是我看到你好像没过来、欸、不是你哥真的没挖哎、欸、那里的黄金怎么不见了 Tape 的钱20就12块哦、喔、你有30哦、喔、我是哎、欸、我的黄金我是自己挖到的先藏起来真的吗？可能那个是我真的，真的我好肯定、喔欸，这不是狼人杀，这不是狼人杀，可是怪怪的啊！难道你觉得国王是说谎的吗？没有，我觉得有人嫁祸给我，哎、欸，还是巧你自己。我在法法的后面呢，我去挖中间了，哎、欸，我来那个信一下，哎、欸，哎、欸，哦，小雨摔出去，我不知道哎、欸，这不是有屏障吗？电太高吗？我就不懂了。城堡二楼走不上去。哦。bug。二零。二零这怎么办？二零。怎么办？我调高，应该是它边界射到，我把我调高了。好。200说他处理一下。那你要测试哦，你要测试好、啊。测试好，等一下讲。我去买奴隶好不好？奉献我的心脏。买啊，先买再说啊。够，还要再更多，还要再更多。哦，你们才是间谍吧？挖空我。你说法间谍，你这样说我们的国王。我是国王、欸。我觉得你这样不太对，迪叔。有，我升了。你很棒，还要更多。对啊，你拿方法的钱，然后去神努力，然后说自己棒。我真的没有啊！不然那里的黄金怎么不见了？还行，我们就先猜忌。二零还在忙指令，还是其实就是200。可他刚前只有那样子。他没有，除非他及时花了。对啊，哎、欸，他刚刚把黄金也都给我。哦。突然有点小爆。哎、欸，他们已经开始投了，这么快？是不是比飞？先投了再说，是不是？那我们要投吗？我们可以晚一点。好的。哦，土司喵也献上心脏了。没有，他这才150块而已。对啊，是150而已。哎、欸，我的也是150哎，应该是吧？是吗？你连自己都不肯定的，好扯！我按到底啊，我直接没有在管我有多少钱，我直接全按啊。不是，这不是按不按到底的问题，这是对系统的了解。你玩了王国之战玩了那么久，你这已经不是见不见底的问题了，你是要跟大家说抱歉的。好的，抱歉，我礼拜五有点哎。没有啦，有啦，你升到最第三阶呢，你很棒，我要去买幸运了。
你现在才进来，幸运多少钱？30块，四十块。30块，那以后我们幸运都找迪叔买。啊，真的假的？四十块？哎，四十块。不是三十块，迪叔以后我就给你30块，好不好？记得帮我买多一点幸运，四十块，记得找钱。